今天我们来看看好看的刚毛细高地吧，就是它。这是我特意来天津的一个冠军犬舍挑的刚毛细高地，爸妈都是登陆冠军，我觉得血统已经足够好了。很多人觉得刚毛细高地它没有软毛好看，那看看这只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呢？当然来这么一趟啊，不能只挑一只，我可以给你们看看我挑的另外三只，你们帮我长长眼。这个是第一只，这个是第二只，这个是第三只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看呢？好的，那我还是拿最开始这只举例吧，教你怎么能不挑到串。最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看仨地儿，一个是耳朵要小，那种特别长的跟兔子似的绝对有问题；二是嘴不能长，记得嘴长一定是不到整个头长的一半的；第三就是尾巴一定是萝卜尾，也就是尾尖细尾根粗，这个北京区间估计27-28吧，可以参考。